他的乳腺报告系统。然后主要等等会主要介绍有动机、目的、开发环境，还有设计跟介绍，跟结论还有未来。那、我们的动机目的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乳腺报告系统。现在医院就是放射科医师他们在看诊的时候，就是还是很多都是使用纯文字的报告嘛，所以结构那个报告没办法结构化，所以后续处理分析会不便，所以我们才就是会这、就是我们做的动机这样子，就是我们会以就是现行医院的标记系统，然后去做一个有一定标准的规格标记内容这样，然后目的是。我们是依照在看画的标准设计好，就是可以互通性的模板，然后来方便医师他们来使用，就是点选的方式来产生结构化的报告，然后让产生的报告可以跨部门跟医院沟通，来提升医生的诊断的时间还有效率。那我们主要开发环境是在使用者界面是会以HTML 加 CSS， 然后系统开发软体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然后资料库部分是那个 Microsoft 的 SQL Server， 然后使用的绘图技术是 HTML5 的 Canvas 加 JavaScript 来画出影像的绘接图，然后之后还有使用 Ajax 技术和 Dicon Web 的 Pack System 互通来互通。然后我们系统架构主要是，医生登录，医生会先到一个入口网站，然后登录网页，然后就会显示出病人的列表，然后病人列表，又会分成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乳腺标记的报告系统，一个是观看用来观看的，然后乳腺标记还有报告系统那边呢，就是医生就可以就是。看那个图，然后来产生报告，产生结构化的报告，然后最后都会产生标准的 Dicon SNL 这样子。然后在乳房灰阶图那边也可以做病那个标记注解，然后就会都存在伺服器内。然后在影像观看那边的话，就是医师也是可以透过观看乳房影像，然后观看已经被标记过的那个。乳房影像还有那个报告，然后 这些报告都是透过乳腺的资料都是在乳腺资料伺服器里面。我现在介绍乳腺影像标记系统，然后所以它第一步就是原本有个乳房影像的带看档，然后利用学习的程式把它转成 XL 档，然后就如下图所示。然后我会取得它的 raw color 跟 pixel data 值，然后画出像左方这个影像灰阶图。然后画出这个影像灰阶图，主要是使用 HTML5 canvas 小画家的功能。然后 HTML5 的 canvas 元素就是要它是要使用 JavaScript 才能在网页上绘制图像。然后 canvas 是一个矩形的区域。然后它可以控制它的每一个像素，然后可以让使用者像有绘制路径、矩形、圆形，或是添加文字那一种方法。然后就如右方这个图所示。然后就是我的界面和功能，就是一开始就是可以乳房影像的带看转 XL 档之后，然后在 Canvas 上面画出影像灰阶图。然后可以使用 Windows Center 或 Windows Web 来调整它的灰阶图的亮度。然后我们可以让医师选择说他想要的笔宽、笔色跟他的就是他想要弄涂鸦或直线或是圆形、矩形、文字的方式，然后来注解那个病灶。然后因为影像基于电脑萤幕比较小，所以影像都有缩小。四倍，所以如果你要看它原图的话，可以使用放大镜，然后来看它的原图，然后就会在下面呈现出来。然后后续医师所做的每一个标记注解都会把它
转成 SVG 的格式，然后会而且会依照单看 SR 规范，然后产生一个标准格式的 XML 档，然后最后这 XML 档会利用代工 Web 的协定存在 Patch 系统里面。然后我们的 Patch 系统主要是实验室学长开发，然后它可以支援 Web 机制制作单看物件的储存查询及调阅。然后我的 SVG 的这个 tag 就如下图所示。哎，雨如那边，你可以把那个 SVG 那一边讲清楚一点，上一页那一边哈，对 ，SVG 里面包含哪一些东西，这样可以哈。就是它的 tag 是我自己定义的 tag 嘛，然后就是有它的 file name， 就是我把它取 SVG， 然后它的 VRNAME 我去查是 LT， 然后长度就是后续你这串文字它的长度。然后它需要为偶数，就是如果它是奇数的话，要自己在后面加个空白键，然后让它变成偶数。然后主要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宽长宽嘛。然后这就是它规定的版本。然后后面这边就是这个就代表是圆心，然后它的圆心这两个是它的圆心，然后它的半径。然后这时到就是说它的像是颜色啊、笔宽什么的，然后就弄 SVG 把它包起来。OK， 好。然后我们的方法主要是用 DICOM 的 SR 规范，就是依照用这个然后来产生标准格式 XML 档。然后 DICOM 就是，如右图来看，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病人可能会有很多个 study， 然后每个 study 又会有很多个 series， 然后每个 series 下面又包含很多个 image 这样。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分别是 patient study series 跟 SOP instance 的资料库。然后Patient 跟 Study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它包成，就是找到它那个 tag， 然后就是来用来就是包成 DICOM 的标准格式，如 Patient Name， 然后有 Patient ID、Patient 的那个 Birthday， 还有 Patient Birth Time 跟 Sex。然后这个是 Study 的 ，Study 就会有 Study Instance 的 UID， 还有 Study ID 跟 Study Date 跟 Study Time， 还有 Study Description 跟 Patient ID。然后这边的话是 series 的，还有 series date、series time、modality、series instant UID 跟 study instant UID。然后这边的话是 SOP instance 的 table list， 的那个标准的 tag， 就会有 storage path 就是储存的路径，还有 storage file name 跟 SOP class UID、SOP instant UID， 还有 accession number 跟 modality， 还有 series instant UID。OK， 这边就要问一下，就是前面这边可能就问一下那个，那这每一个 table 的 ID 是哪一个这样的？那个这个应该是陈逸飞可以再讲一下吗？这每个 table 的 ID 这样的，每个 table 的 ID 吗 ？Patient 的话就是 patient 的话就是 patient ID 那个，对，然后 study 的话就是。Study instant UID 对 ，OK。然后series 的话就是 series instant UID， 然后 SOP instance 的话就是 SOP instant 的 UID， 就是它分别是他们的 ID。OK， 好，这样不错哈，类似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这个架构其实是 DICOM 的一个。最重要的架构哈，那在这边就是右边这边黄色有把它框起来，可能这个陈云飞他们的话同学太久了啊，所以没有注意哈。这边的话就是说哈，我们目前在这一边方法是讲如何产生这个报告哈。那在这个过程的话哈 ，patient 跟 study 的资料哈是从这个 DICOM 影像来的哈，这是等于说跟就是。这个就是报告跟这个影像的话，应该是算同都会是同一个病人嘛，哈啊会同一个
所谓 study 就是看诊，所以也是同一次看诊，所以这两个东西会一样，就是报告跟影像的 patient 跟 study 会一样。那在这个打报告的过程，它会产生另外一个 series， 那会产生另外一个 SOP incident， 所以就是右边这两个的话就是额外报告系统要产生的。那在假如一个病人到医院里面做影像检查，假如有不同的仪器，比如说又做 X 光又做那个等于说电脑转程的话，那他的 patient 跟 study 的资料也是都一样的。那可能他的 series 跟这个 SOP incident 的资料可能在 X 光跟那个 CT 的话可能就要仪器分别产生。那报告系统类似一个仪器系统这样子，所以它的 series 跟 SOP instant 也是要自己产生，大概是这样的说明。 OK， 好，那陈一辉这边再继续介绍这样。那我们现在要介绍是我们那个乳腺的报告系统。那现在就是要先来介绍那个结构化报告的部分。那这个表单是摄影检查异常个案报告。那我们这个报告呢是参考国健署妇女乳房摄影异常个案报告表里面所制作出来的结构化报告。那填写这个表单的对象呢就是医生。圈起来的红色的地方就是这个病人的基本料。那他就是会从待会会讲说他会先从一个 Excel 里面抓出来这些资料，然后放在这个地方。那医生他可以看那个影像，然后乳房影像，然后在这个地方做病灶勾选。那他病灶就会有四种的病灶，那每一个病灶他都可以做一个勾选。那如果就是这四个，那如果按确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那个系统旁边就会显示出这个记录上，就会记录说我们现在到底勾选了哪些病灶。那接下来两个圈起来的地方呢，就是其他的一些需要勾选的地方，像它的阳性的那个结果，就是它的 label 是在哪里，然后以及它的一些样子。那如果按建档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存成像这样的一个 XML 的格式。OK，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回到上一页这样子，可能就是在上一页，就是在 DICOM 里面的话，所有物件它对 Patient Study Series 那个 SOPinstant 这一些规范，就是所有仪器的话应该都很清楚的。可是在那个只要仪器检查完之后再打报告的话，就是刚刚 提到 DICOM 有一个结构化的报告规范。可是就是一种仪器其实是很可以做很多不同部位的检查，那所以这个乘起来的话，哇，那个规范的内容就会非常，其实它的不是要产生的这个报告种类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子，就是不同的仪器不同的部位检查会理论上是需要不同的报告。那所以在 DICOM 的这个规范里面有一个叫 Structural Report 的规范，会有一些等于说有一个类似可以讲说一个大方向，有一个结构来定说这一些报告要怎么安排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对到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目前看到这个是乳腺的报告的时候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实际的这个规范的很明确，相关的东西也是因为这边就是我们看的话，目前的这一些就是刚才那个陈秀安秀的这个 XML 档，那个是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自己定的 XML 档这样，就是目前这边那个 XML 档。那这边的话的内容的话，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
DICOM 的标准里面，不管是对乳癌的筛检、肺癌的筛检，这个是算一种特别的影像检查，可能这边不管是 DICOM 或者是这个国际上那个放射，北美放射医学会里面的话，去规范都不明确啊。我们这边的内容的话，这边可能是可以讲是说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性的展示哈。不过我们可以，我看到我了解的是说，在业绩在医院里面目前最先进的系统的话，也是做到大概是这样哈。没因为那个 DICOM 没有一个实际的规范哈，对这个等于说病灶哈，尤其是特别影像的一个病灶哈，做一个实际的这个哈规范哈。那这个在我目前的我们想做的我们已经跟这个等于是台湾的一些等于说影像协会里面的这些就是对这方面较有经验的专这个医师谈好了，我们大概就是会在把这边的内容再整理之后，可能就是说由他们来等于说确认，我们是用一个类似这样的描述的方式，可能用是不是要完全依据 DICOM 的结构化报告或相关的话，会有一个 XML 的规范，可是这个规范可以让大家来通用，我们想说在病灶的部分可能就是努力把这边有一个规范病灶跟刚才那标记注解合起来的话有一个规格可以大家等于说依循这样子可以，那再看要依循这个 DICOM 的结构化报告来做，还是说要依据这个 HO7 的 CDA 规格，变成标准的 CDA XML 或 DICOM 的 XR。那目前的话是先用这样的东西去描述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对，比如说这个工程师，比如说陈秀安他们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是也不是很复杂，应该可以哈，等于说别人也可以解读哈，大概是这样啊。可能未来我们希望说跟这一些专家讨论哈，变得更周延这样哈，大概是这样一个说明。可以，好。OK， 好，那修完再继续报告。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我这个表单是遵守那个 SR 的部分，那它的这个架构就是它 SR 里面它的每个 patient study series image 那些来做规范。那从这个地方呢，就是像下面这边就有一个还有 patient 的名字啊，这些都是基本的资料，就是属于 patient 的部分。那它会从这边抓取资料之后呢，它会显示在刚刚我说的这个基本资料这个地方，那这里就会得知说这病人是谁，他病历号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接下来是要讲个人资料的表单，这也是参考国健署的那个表单所制造出来的基本资料表。那填写这张表格的对象呢，就是妇女病人，就他们这些病人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先填写他们的个人基本资料。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的临床资料，像还有什么疾病史、家族史这个地方，这个圈起来的地方就是他的基本资料，他的那个临床资料。那医生他在这边，当医生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就可以从这边来评估一下他的这个病大概是从哪里而来，就是一个给他一个依据这样。那按建档之后呢，就像我刚刚说，会把它产生一个 XML 格式。那这地方就是存这个 XML 的地方，这边是存没有，这是我自己建造起来的，就是它没有存在任何的一个，它没有一个规范。那下面这边就是依循规范把它填入到那个 XML 里面去，就是每个 tag 里面去。然后我们整个系统使用 DICOM Web 的协定来做沟通，然后报告标记就是利用 DICOM Web 的协定来存到 PACE System 里面。
然后使用 Ajax， 然后透过 HTTP request 的机制用来跟 server 做沟通，然后将产生的标准化报告还有标记注解传给 PaaS 层处理跟储存，然后在查询的时候将查询到的病人的资讯包含曾经的标记注解，然后由 PaaS 层来传回，然后来载入开端。然后以下就是开端透过 HTTP request， 然后将包成标准 DICOM 的 XML 档传给 PaaS server， 然后 PaaS server 再将透过 HTTP response， 然后也是将标准的 DICOM 的 XML 档传到开端。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传的资讯，就是上面这个就是 patient 的 标准的 XML 档，然后就是透过 HTTP request 来传到模拟医院的 PaaS system， 然后这边主要就是我们传的里面的资讯。OK， 这个是主要，目前这是一个查询的条件，上面可能没有 key 条件这样子，可能之前的话，这假如完全没有 key 这个条件的话，就是会传回，理论上是会传回什么？所有病人的资料这样子，是每一个病人的资料这样。嗯，好，应该是这样子 ，OK， 好，就是在这边可能会透过这个 request， 第一步先调到所有病人的资料 ，OK， 好，那个陈英飞再继续介绍。然后现在是我们系统介绍，主要分成两个，就是打报告与标记注解，然后就是查询调阅报告与标记注解。然后我们现在看打报告与标记注解。就我们入口网站，如果医师一登录的话，就会进来如下面这个网页，然后他可以点选说他要看的病人 ID， 然后他点了病人 ID 之后，就会下面就会显示另外 table， 就是他那个 study， 就是他那一天所做的所有的 study， 然后点选他的 UID 的话，就会再会呈现出他那一个 study 所那时候所拍的四张影像，然后医师可以点选某一张影像，然后来进行如病灶的标记跟报告系统，就是打他的病灶描述，然后左边就是我们的乳房标记系统。然后右边是报告系统，就刚刚都有详细的介绍。然后下来介绍查询调阅与报告与标记注解。然后跟刚刚一样，就是 ECX 可以选择 patient 的 ID， 然后一样会有 study insert UID， 然后点下去之后它会一次会呈现出它四个乳房影像图，然后分别为 CC view 跟 LO view， 就是它是常规检查时左右两侧乳房会，就是它各照两张的 X 光片，然后 CC view 就是说它是由上往下照，然后 LO view 就是由侧边照，然后我们上面是 CC view， 下面就是 LO view， 然后一是可以点选四张的其中一张，然后来观看它之前所做的标记注解，然后等它点的时候就会。然后这网页，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就是它是利用 HTTP 协定，然后到 PaaS system 里面取得之前影像化过的标记注解，然后就可以呈现在这个网页上，然后让医师去点选观看。然后它可以右边这边就是我查到了之前的标记注解，都会在右边的 table 这边呈现，然后医师可以用点选的方式，然后来看。他要看的标记注解，然后这个就是有点，然后这个圈圈就是他之前做过的标记注解。那这个就是异常个案报告的观看。那医生他在点选那个 view 的那个报告的时候呢，他会有这个病人的那个，就是之前点的一些病灶，就刚刚有讲说他过了哪些病灶，他的记录会放在这里面，然后以及他的个人资料。在这个部分，然后它的结果，它的那个 label 在哪里，会显示在这里。那再来呢，之后会利用 HTTP 协定的，然后把它放在 PaaS 系统里面，然后取得病灶的异常个案表单，然后就呈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结论是，我们这个专利就是已经实作了影像报告及标记的系统，并且合乎DICOM规格的影像级规及标记。那DICOM它的规格呢，它也可以利用，就是它是利用DICOM Web 的协定去存到 PaaS 系统里面去。因此，如果其他医院要用的话，也可以利用这个DICOM Web 的协定去调阅这些结构化的影像报告，还有它这些标记。所以呢，这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它就是可以做到跨部门、跨医院的互通性。那这是我们的未来展望，就是我们这个这些结果也都只是初步的，那后续就是会再做一些改进这样。好，OK， 好，那个同学最后讲未来展望，通常都是骗人的，就是这样报告到。专题展之后就不会再做了，这样子可以哈，类似这样的东西。不过今天后续的讨论之后，有机会再继续做哈，这样就很不错，这样哈。那也感谢三位同学的这个报告，这样子可以哈。那不知道那个 Windy 还有那个伟创那边的专家，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应该还会再看程式码啊，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要对这个 WebDICOM 做介绍，可能他。现在还没上线，因为他好像去参加另外一个导师会议，我们等一下看他会不会上线。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看 Windy 还有那个伟创那边的专家对这个目前这个报告系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okay, 大概是这样的。好，等一下再看一下他实际的程式码，同学们的实际的程式码，这样。Okay、好，了解。那个老师，我这边是Chris 哈。是，有听到吗？有。好，那谢谢老师跟那三位同学的说明了，是，非常清楚这样子。是 ，OK。然后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说，所以目前就是这个打报告系统会产生一个标记注解的一个突破嘛？那这个标记注解本身是一个DICOM的物，然后是跟原本的影像是独立的两个东西，对不对？对，是独立的啊。目前的话，它是可以存到他们学长的这个 PaaS server 当中。啊，如果要存到别的，别的 PaaS server 当中的话，这个要进一步把这个 XML 资料哈，再包装成哈，之前提过的那个 presentation stage 的物件，对，类似这样包成传统的 DICOM 物件，大概是这样的说明。这样，它是独立的、分开的，就是这个标准。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话，就是可以把原本测试仪器就是 model 里面存有的影像跟医师后来就是新增加这些标记注解这些方法，可以去做一个。对对对，需要连接一些 DICOM 的规划里面，这一边的话，这个也就是假如同学们可以记起来，因为他目前的这个连接好不是很明确，他们只能说透过刚才的这个哈，等于说 patient study， 他们是同一个 study， 啊，可能有参考到哈，理论上每一个标记注解哈，他要注明说他是参考到哪一张影像这样子，那我不确定。同学这边的这个注解有没有很明确这样子？类似这样，要参考到，应该是有，看他们做起来的结果的话，某一张影像，可以找到它有几个标记这样子，应该是有关联到，这个关联很重要，这样 ，OK， 对，有关联。OK， 好，了解。是说，因为一个 study 应该有多张影像嘛？对。然后一个影像也可以有多个标记注解嘛？对。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关联关系，是这样。对。那所以那个标记就是说哈，这也是那个哈，这个等于说这边专家想讲说明的这样子，这个。标记的话是独立的哈，独立存在这个 PaaS 的哈系统或它的资料库当中。啊，当我们把影像，通常是这样的情景哈，把一系列的影像叫出来之后的话哈，还进一步的话，透过这个哈 DICOM 的查询哈，把这个影像相关的标记注解哈，也把它从 PaaS system 里面哈取回来，啊，在。
等于说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好，假如是依据标准的话来做是这样子的状况哈。不过这个东西已经是哈，有一点细哈，有一点这一些细部的规格哈。虽然这个 DICOM 这个规范哈，标记注解的规范已经很久了，说超过十年这样的。那可能很多仪器的厂商其实这一方面它不一定是完全标准这样子，就是有很多，我们这一个也不是标准，就很多仪器的厂商他们的影像检视系统或处理系统是有标记注解，那它可以把这个标记的话送到 PAS 储存，不管是他自己的或别人的储存是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别的人的系统要把它调阅出来，再说完整的呈现，这边可能就有一些大问题，就标完的结果，因为这边标完结果其实是理论上要依据那个 DICOM Presentation Stage 的规范 来做，可目前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上次有提过，那个 DICOM 的 Presentation Stage 它是也是一样一个很复杂的规范，它里面的规范的内容很多这样子，这个目前的这个互通性，就是做出来的东西，只要跨厂商互通的话，这个可能还不，我们了解实务上是还不是说很完整这样子啊。这个也是我们很未来很想做，我们是现在是希望说在某一个特别的情形下，就是乳癌筛检或肺癌的影像筛检，做完了标记，可能依据一个标准规格，或大家都我们也可能也说发展出一个新的规范，大家认可之后做来处理这个标记，那这样的话我们把问题，第一个是把问题简化，那也比较容易处理，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这个小这个单纯的这个问题当中的话，我们来测它的互通性，当然目前初步的构想是这样子的。好，那不知道那个伟创的专家对这个同学的报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可以。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SML 的东西透过 HTTP 的 request 跟 response， 那个是 follow web 开放的格式吗？还是你们自己制定的一个 SML 格式？目前是制定的，目前是概念一样，可能目前是制定的格式这样子给，那个 Web DICOM 那一边的话，我们还要再等于说进一步的建制这样子，目前是制定的格式，因为刚才同学展示的是查询的机制，刚才那种 XML 传的话，假如伟创的专家对 REST 有了解的话，就跟 REST 的格式完全是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所以它是目前制定的这样的格式这样，因为那个这样的想法是在几年前就初步想法，那时候的话 REST 或相关规 Web DICOM 规格还不是说很明确，对，很明确，大概是这样子。 OK， 我说想再请教一下，那挖度就是 Web DICOM 这个部分，是它没有，就是说 ，Web DICOM 它是一个 protocol 吗？对，一个 protocol， 对。那它没有定说我要用JSON 或者是 RESTful 或者是 XML， 它没有，它并没有定说一定要怎么传。它有，它的话，比如说瓦度这个是调阅的 protocol， 那它可以调回来是 JPG 档，那也可以调回来是这个 DICOM 档。好像也有一些，假如要看 tag 也有调回来是这个XML 档啊，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定到 JSON 要调回来什么档，就是在这个 request 的里面，你可以你说下那个 mail type 的参数这样子，就是里面的话可以指定说我要调，比如说最常见是 DCM 档或 JPG 档request 的时候指定再回来那个。server 端最简单的是调回 JPG 档，我们就直接呈现，可是 JPG 档回来之后就没有办法做那个什么，等于说它的明亮度的调整也没有办法看到 DICOM tag。 我们目前的架构类似于是
调回来一个那个哈原始的带看档啊，所以刚才同学的展示就是我们在 Web 前端的话，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做这个哈 Window Label 哈啊，也可以的调整，那、啊、也可以取得相关带看 Tag 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大概是这样的说明。OK。所以对于刚刚那个图啊，我觉得有点疑问，就是说。直接 access 到 PACS 系统，事实上在 PACS 之前应该有个gateway 的东西去处理你的 HTML 才对。对对对，就是这，我不好这样。会不会回答那个等于说那个 Jones 的问题，就是调回来的理论上只有一个 DCM 档，依据瓦度的规定调回来只有一个 DCM 档。那在我们要有能力把这个 DCM 档的 tag 取出来，那可能是在前端取出来，或者说在假如没有前端哈，假如说这一端没有取的话，就是后 server 端就要额外传一个 XML 档，而把这个资讯传回来啊。目前的话，我们的做法是说，除了 DCM 档，我们也额外再传一个 XML 档，里面有一些这个，就这对应，就是我们事先把这个 DICOM 解开，按它的 XML 哈。也是一样，透过 HTTP request 传回来，所以他的同学，我们的程式目前是有两个 request 的，一个是取得这个影像的 DCM 档，另外一个是取得这个影像的 XML 档，这样子看。不好，这样有没有回答那个 Jones 的问题？这样子看，还是有点疑惑。是，那说你调 DCM 档的时候是用 WAD 的格式，然后调 XML 档的时候是用另外一个。对对，目前的话，两个调的话，目前都是用 AJAX 的方式去调这样子。目前的话，我们的系统里面都是用 AJAX 的方式去调这个资料，这样都是 HTTP request AJAX 的方式，它还不算标准的瓦度的格式这样子。对，所以用到瓦度吗？目前的话。没有，目前的话，这个东西是 request 的啊，没有等于说依据那个瓦度的规格，瓦度其实它也是一个 HTTP request， 只是说它的参数要有一定的规范，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是调，直接调，就说从 server 这样子里面来一个档案，这样直接调过来。对对对，从 server 里面直接一个档案。老师，那我知道，就是说你们现在为了取得影像，你们就是 request 的一个 DCM 的 file 回来，有这个 DICOM 的影像。对对对。啊，为了要有 patient 的这些，与 patient 的相关跟 study 相关的资讯，那你另外把这些东西包在 trial 里面，然后有另外一个 request 去把这个 trial 要回来。对对对对对，就目前的做法是。是，那我应该是说，那可是那个你的影像也，你的 DCM 里面也是把影像的这个 pixel data 包起来了，所以你也是要进去 DCM file 里面去把影像剪出来。对对对对，这个是有一个可能可以请同学打开你那个 XML 档嘛，那个等于说可能一开始的最原始的一个 XML 档里面哈，就是说可以吗？你们同学在分享你们的投影片，可能在前面那一边。这个也牵涉到一个议题，这个东西的话，在啊，这个是程式，可能或这边你可以找到那个 XML 档的翻译，你们可以找得到吗？那个解开的 XML。好，这边就有很多这个影像解开对应，这个看起来是它对应的 XML 档的范例，好，类似这样。啊，这个是对应到某一个 DICOM 的影像，好，那这个哈，我们如何晓得这个哈 DCM 档里面哈，就原始 DCM 档里面 pixel data 哈，如何取得它的 pixel data 哈？就是这些 tag 其实是我们自己定的。啊 ，DICOM 本身的话有它一个规范，可是在这一边的话，就是比如说它的对同学目前 mark 这个就是 pixel data 一定是存在 7F10010010 这个 tag 当中，在这个 tag 里面，我们提供一个资讯，很重要的资讯是那个 offset 值，
这个 offset 的值是告诉我们，告诉那个我们说这个它的 pixel data 是从第几个 byte 开始这样子。好，这个是我们这边特别好，像这里每一个 tag 都有一个 offset 的值。好，那从这个 offset 的值之后的话，我们下去读就可以读到。好， offset 的值配合它的 length 哈，这边也有 length 哈，就可以读晓得哈，这个它的值是放在这个哈一个 DCM 档，我们把它看成一个 binary 档，好，就是 binary 档的第几个位置哈，要读多长哈，就可以读出来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这个算一个私定的规格这样子，因为那个即使是目前那个 DICOM 标准的格式里面，它 XML 没有藏这个offset 的值这样子。 OK， 那个其实是我也不晓得，那个因为当初我们这样设计真的是也是要客户看来那个专家问的问题这样子。 OK， 就是假如单纯一个 DCM 档送来，我也没有不晓得他 pixel 放在哪里这样子，大概那透过这样的话是可以，我们晓得他 pixel 放在哪里，前端的 JavaScript 程式就可以读到这个 pixel 来画图这样。然后这样有没有回答那个专家的问题这样子？可以哈。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那这个这部分的资料是哪来？这个长度跟 offset， 所以你在设的时候你要把它先针对这个单机先把它去 passing 过一次哦。对，这个是在后端，我们有另外一支程式 C++ 的程式，就先 passing 过一次啊，产生这个目前看到这个 XML 档，要先 pass 整个 passing 一次这样子 ，OK 哈。OK， 了解。OK。所以其实只是一个好奇啊，所以其实说整个 passing 的工作，如果要拿到前端做，其实也可以嘛，因为。哎，也可以，可是这个东西哈，目前的话看到的这个 parser 的版本哈，有就是说有一些传统的都是 C++ 啊，有 Java 的版本啊，也有人试着用 C# 的版本，我有 trace 过人家写的 C# 版本哈，可能他没有指标的工作哈，可能没有指标哈啊，因为 DICOM 的格式从这一页也可以看起来哈，他有的是存文字档，有个是存 binary 档，还有这个 pixel data 哈，这边是存一个 binary array 这样子。要 passing 这个东西哈，要写一个完善的 parser 哈，可能是很困难的这样。我觉得用 C++ 写是最简单的这样。那你要用 JavaScript 去写，我相信也可以写得出来。我看那个。也是我们之前测试人家 C# 的程式的话，他有那个好像是一个印度人写的，很聪明哈啊，他可以等于说有一些想法，把这个透过 C# 把这个一个影像物件哈 passing， 大部分没有问题哈。可是因为 DICOM 的规格里面哈，它不止影像物件，它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PS 物件结构化包括有很多很多这个哈，这个像这一页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sequence 槽状的物件，哇，那个东西的话，要去解读就很麻烦这样子。 OK 哈，那一边的话，真的要，说明这个假如是在前端用 JavaScript 写一个这个 parser， 其实它可以变成一个哈很专门的 know how 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这边可能。我是没有挑战过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说话。对，了解了。OK， 好，那还有吗？还是这同学要开始展示你们的系统这样？再问一下哈，是在画图的时候，你们选择 SVG 的格式，这个在 DICOM 里面的有关 PS 这一块，它对画图有没有什么规范？那我或者说你们为什么选定 SVG？OK 哈，这个 DICOM 对 PS 的这个哈 annotation， 它有一些哈这个点或相关的这些规范。可是因为 DICOM 发展的话，甚至比 XML 早，甚至比 HTML 早哈。那所以它那个 pre-rendering stage 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哈就有这样的规划。那我不确定那时候 SVG 出来了没这样。那所以它有一套，就一套。自己的规格这样子，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互换，
好，就是这一些东西是可以互换这样子可以啊，有可能是可以从 DICOM 的 PS 的话转成 SVG， 也有可能从 SVG 转成这个 PS。好，这个是一部分对 PS5 的理解是这样。那为什么选 SVG？ 因为 SVG 是我觉得可能是它也是一个标准啊，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啊。我们为了把它变好，就标完的东西变成一个单独的档哈，存起来啊，我们就用，我们就跟同学讲说用 SVG 啊。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我晓得国内的话做这方面的一些哈，做影像报告系统的专家，他们也觉得哇，我用 SVG 应该就很容易处理，这样也有很多 tool 也很容易，会比 PS 物件哈容易了解很多啊。所以在我的构想或我们的规划里面，我们假如要做这个影像，比如说这个颅腮影像的标记跨越互通，说明我们有一个规划是把这个 SVG 再说明清楚这样子可以。那这样的东西的话，可能就未来的话相关的这一些不同厂商不同的系统来配合就很好配合，这个是我们目前初步的构想这样。不好，这样有没有回答 Jones 的问题？这样有点疑惑啊，是，还是我自己，也就是说，肖老师这边自己先选定一个 SVG 来做一个先第一步的尝试，可是这是跟其他在做互通的时候，还是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出来。对对对，会可能会有问题这样，对哈，对。比如说，如果是标记的话，可能是个圆形或四方形或者是一个线。一个圈套或者是一条线，这些是标 PS 的东西，而不是走 SVG 的东西。我 不知道啦，我就说以后为什么选定 SVG。 那另外就是说，你 SVG 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变成说你们现在是在 IE 上面开发嘛，是不是？就是说 ROM 也可以。对，都可以，目前应该是在控跟 Firefox 没有问题，就支援，因为目前同学的程式重画的时候是把那个 SVG 读出来，好，那再用那个 HTM5 Canvas 重画，好，这个是一个 solution， 那这个只要支援那个 HTM5 Canvas 的这个画布的好浏览器都可以，这个是一个方案，啊，第二个方案是说我。直接 JPG 档搭配那个 SVG， 那它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标记，那这个就是查 我想目前 popular 的这些浏览器也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 这个影像跟这个标记，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会去选这个 SVG 的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是所有浏览器目前很 popular 都支援这样的格式这样子，okay？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去选用这个 SVG 这样子看。OK。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系统里面要加一个 Microsoft 的 SQL Server？ 那是做什么用？它是它那边是那个有应该有几部分，我不知道那个。它其实有我们目前的话习惯是用 SQL Server， 它做一些。账号管理也是这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说他们学长开发的这个等于说目前还不算为 DICOM， 可是他支援一些像刚才的 AJAX 的或者说查询啊调阅的 protocol， 那把这个 XML 放回传到 server 端，他的这个储存的部分的话，影像还有这个标记还有那一些 XML 档的储存的话是放在一个 SQL Server 当中这样子。 OK 好，那如果这样我不知道这个系统会不会有问题，这样假如可以的话就请同学继续 demo 一下这样。 OK 好， OK 请继续。就我们一开始就是会有个入口网站，就是学长写的，然后他有给我们章影，然后有些医师登录的话，然后这就是刚刚有介绍说他可以选择说他要打报告，
或是标记影像，或者他是要查看之前报告的影像标记。然后我先做打报告的。然后就是等他选完他看影像的时候，这边左边是影像标记的系统，右边这个就是打报告系统。然后医师可以先选，就是点这按钮，它就会产生它的影像会截图，然后也可以调下面 Windows Set 或 Windows Web 来调它的亮度，就是亮度有变。然后它可以选择笔宽，还有笔色，然后就是状态，然后假如这边有，然后就是它可以圈点，然后会显示说你圈的面积跟它的圆半径。然后刚刚说因为萤幕比较小的话，因为萤幕比较小，所以有缩小设备，如果他想要更进入看他原来的图的话，有个放大镜，然后可以点选，然后他就会在那边显示出他原来的影像图。嗯，换你的打报告，快点。然后这边就是，医生他这边他可以做病灶勾选完之后，他可以在这边做他的其他的病，就是用文字的点选他的病灶，像然后这边的话就刚刚讲了他的个人资料，然后这病灶的话就是他，假如说他这个人，然后他的右边，然后就是每一个把他点完之后，按确定之后。我怎么移不过去？在那边，移不过去。你看大，放大。哎呦，对，你这不放大，这一放大嘞。你哪里？可是没有转走哎、欸。哎、欸，啊，太小了。那个，这荧幕的右边就是现在这荧幕太小，所以看不到。它在右边会产生它的那个记录、嗯。因为之前我们电脑就大。OK， 好，这个对同学再调看，我顺便分享一下。通常的话，哈，在目前的话，假如打乳房摄影的报告的话，或者放射科医生打报告，哈，通常不会用我们目前这么阳春的系这个荧幕这样子，它可能会有两个双荧幕，而且很好的这个系统来做啊，所以目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购置哈这样的荧幕啊，所以这个。界面有时候就很难调，这样子，类似这样，没有关系，是 ，OK， 好，可以吗？那个秀安静再继续介绍，这样哈。嗯，反正就是这个地方，他做完之后可以做建档动作。是，那应该是，他就做一个建档成功的动作。好，那建档成功是什么意思？是已经存到资料库吗？还是什么？对，他会把就是这个地方每个点选的步骤，他全部把它存成一个 XML 的一个档案。OK， 然后存起来这样。好。然后就他如果意思，如果打完报告之后，他可以就是可以查看他之前打过的报告，然后。就他可以跑呀、哦、OK 就是他可以看到他那一系列，就是刚刚不是有说那个他会左右然后会照两次光片，然后分别是 RCD 然后 LCD 跟 RNO 跟 LNO， 然后他就可以去看说他要去看哪一张影像图，然后他打点的时候，就是他可以在这边产生他的影像会接图，然后右手边就是他有画过标记注解的那个 table， 然后他可以点的话，他就会出现他之前画过的标记注解。啊，你的，然后要看报，哎，你的报告，报告嘞，报告我不见。你的报告好像会被挡住哎、欸，你的报告。哎呦，算了。那个报告不见了。那个阻止弹跳视窗的东西呢？
啊，我知道。对啊，因为你昨天的网页被弹跳市场给阻掉。他这里没有，他这样没有弹出来。是哦，看一眼，他们是别的。不知道用那个什么。我们现在把那个报告可以观看之前拿过报告那个叫出来，因为它好像会被挡住。学长这一台一一三，你去读一条。对呀、啊，一一三啊，这才是二一四啊，这才一三。对啊，哪一个？等我。对不要重复，对啊，重复。Yeah, 有啊，这边就是他可以看之前有过的 bug。哦，这个图让我们提一下，刚有那个四张图那张图，问的问题，不是这个，四张图那个，这个啊，这个是问一下那个，这三四张图是存在同一个 DCM 档里面吗？还是说不同的 DCM 档？它要存在不同的 DCM 档当中，那这四张图实际上是很大。我当初的话，印象我还有那个雨如晓得吗？那个一张图大概多大这样？3000多乘4000多吧。哦，这是缩小八倍。所以这四个 DCM， 你要怎么知道说它是处于同一个 patient 在做同一个 study 的时候产生的 series？是有一个特殊的 tag， 然后是在存说它是哪个影像图里面的，然后它也会有 tag 说它是它 RCC 或 LCC 之类的，就是那个插入档里面都有标记，就是都有注解好。没有那个江经理问的哈，应该是说哈，我如何判断这个是同一个 series 的这个影像这样？同一个病人在同一个时间所做了四个不同的照片。对对对，如何判断这样？有哪一个 ID 去判断？你们晓得吗？讲一下。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口试啊，人家问一下，可能你们要赶快想一下。啊，应该是。不用太紧张，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这种图，所以。是。我不太清楚，就用乳房筛检的时候，它存 DCM 的时候是怎么存？因为你现在有四张图，可是你四张图是同的，四个不同的，我怎么知道说它是属于同时间的那个四张图？我来回答一下，是 serious instance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再 hint 一下，我再提示一下哈，这个应该是同一个，算同一个 series 啊，所以应该会由哪一个去查这样的？同一个 series 里面，它的 series 是什么？应该会一样，它的 key 是哪一个？其实 series 的 key 应该是00200001，有一个 C 那个 series is。Instant UID 嘛，哈。UID 对对，你这边可以查得到吗 ？Series。这样子的话，你在调阅你要 DCM 图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除非你可以马上去 decode 它 DCM 里面的 series number， 不然你怎么从档案名称里面知道说它是属于同一个病人的同一个 series？ OK， 这边有一个作业啊，就江经理问这个是蛮正确的哈。这边有一个作业哈，这个是不属于这个他们做的。我们这些影像都其实是存在 PaaS server 当中。那 PaaS server 底层是一个资料库哈，啊，资料库里面会有这刚才那个同学展示的这四个 table， patient study series 跟 SOP instant 这四个 table。啊，所以当他去刚才的点选其实就类似每一个点选都是一个查询，比如说最上层的 label 是 patient，
啊 ，patient 之后我查到，好 ，patient 去查到他所有的 study， 啊，每一个 study 去可以去查到他的所有的 series， 好，其实同，啊，再由 series 去点，好，可以看到属于同一个 series 的影像，好，啊，这一些 tag 的资讯，事前的话，好，都已经存在那个。PaaS server 当中、啊、所以他要去调，其实是说，就是把这个资讯，我其实只要传一个 Series Instant UID 给 server 端、啊、server 端的话就可以、哦、做恰当的查询，把这一系列的影像叫出来、哦啊、这个目前虽然我们不是标准的 DICOM 的瓦度的协定，可是这个精神跟那个瓦度的协定就很像这样子、哦、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看这个瓦度的协定哈，假如去查的话，它就是传统的瓦度，就是哈 URL 里面的话包含这个 study UID、series UID， 甚至 SOP incident UID。那传回 server 之后 ，server 就是取得这几个 UID 之后去解析哈，解析之后到资料库里面去查询，把影像找出来啊，再传回去这样子。我看那个广德上线了没？等一下，说不定要由他来介绍、嗯，好像是上线了。等一下，说不定由他来介绍这一段，这样大概是这样。那这样有没有回答那个江经理的问题？这样看，我大概知道你做过。那再回家那个图啊，那四张图，对，那四张图那个可以吗？玉如再回去。所以这张图。这存起来是蛮奇怪，就是说左R 的 RCC 这边或者是 RMLO 这边，你说右半边都是黑色的，那原始图就是这样子吗 ？OK， 然后 LCC 变成右半边也是空在那边，那图存的那么大，结果有一半都是黑色的。好，那雨如可以讲一下为什么那个都是黑色的？你有做过什么处理吗？这外面全部都是黑色，像。江经理，这个眼睛算蛮利的，这样子可以在这边，你有做过什么处理？这样，我怀疑是说，是 DCM 原始图就是这样存，还是说你们画的时候右半边有空这样？哦、这个是可能是他跑错了哈、哦，右半边这一边有一些东西，他应该是碰在。对，比如说第一张图哈、哦，它的右半边这一边应该是没有，我不知道他当初怎么搞。比如你呈现的时候是这样子吗？右半边是这样子看。你说原图吗？原图对哈。原图需要一个软体来看你它的。对的。软体。这主要是因为我 Canvas 把它那个设就是忘记几层点，反正就是我把它设这么大，然后因为我的原图我把它缩小了八倍，然后又从左边这边画过去，所以这边应该是算是我的 Canvas。的后面的背景而已，然后它的真正图就这样而已。OK， 好，这样子，所以那边这个图只有四分之一，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样子可以哈。那所以在这边应该是要 shift 一下哈，这个的状况，这样才是正常。我们在医院里面看的两个左右乳房会靠得很近，方便那个医生去比对，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OK， 好。OK， 好，了解。OK， 好。那还有吗？还是说那个这边也可以？你们试着再挑战一下，讲一下你们的程式，比如说分别就标记注解，哦、打报告，那还有等于说把这个 AJAX 送出来、哦，就是你们可能就分三个分工啊，分别再讲重点，讲一下你们程式的怎么做，这样做标记的，好，的程式是在哪里，这样子可以好。那大概它是有哪一些方式？那打报告的程式在哪里啊？有哪一些方式啊 ？AJAX 传输哦，怎么做的？这样可以。那我先介绍我的。你前面就 CSS 就不用看，然后后面就是 Canvas， 主要就是，它要使用的话就是先什么，先打它的就是 tag 啊，这个是它的 tag 嘛，好，就是引用它进来，然后反正就是我自己设它 ID 是 Canvas， 然后
就是它的宽更高，就先在这里设定好。然后 Canvas 要使用主要就是在 JavaScript 这边，然后在这边宣告，然后就是先 get element， 把 ID 就是把刚刚我那个 ID 叫出来，然后弄 get context 2D 这个就可以使得这个变数就是有那个可以绘图的那些方法。就是这是 Canvas， 就是 Canvas 使用的方法。然后因为我就是 Canvas， 我有中三个 Canvas， 主要一个是就是真正画下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换那个路径的时候，它可以跟着你的滑鼠移动，然后有移动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放大镜的一个那个画布。然后下面这边是宣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使用到就是刚刚有一个网页病人列表，然后他点选病人，然后去选择他要的影像，然后有弄到 address 的就是 get 的技术，然后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我们下去得到一个就 image name 的一个file name档，然后我去读取那个 file name 档，得到我的 file name 跟病人的 ID， 然后就是我们就利用得到这两个东西，然后去，因为我们这有个资料夹，然后资料夹就是有直接放那个病人的影像档，然后这边是他的路径，然后利用他的路径，然后得到我要的 file name 档，然后我可以就去解析那个 file name 档，然后去取得他的 rows。他能跟他的 offset， 然后后面我还要去取得他的 DCN 档，然后来画出我的影像回接图，然后下面这边就是画图的，然后这边是在做缩小的动作，然后等他缩小完，我这里有一个 draw value 的这个二维正念是要让他就是去记得说我的 p value， 就是如果他原本算出来 p value 是为零的话，我直接把它设为一，就是在他做 Windows Center 或 Windows Web 那边有变动的话，他可以就是呈现黑的，就是不会让他跟着有变动。然后下面就是画出我的影像会接图，然后就是如果我的 p value 只大于 max 的话， max 在，还有 max 在 max 应该在最上面选择。我 max 是 Windows Center 加 Windows Web 除以二，然后 mini 值的话就是 Windows Center 减到 Windows Web 除以二。然后如果它的 pixel value 只大于了 max 的话，我就把它设 gray value 等于255。然后如果它是小于 mini 的话，就等于零。然后如果它是介于之间的话，就去弄 pixel value 值去减掉 mini 值，然后再去除以它 Windows Web， 然后再乘25，然后算出它 gray value。然后下面这边就是，一个矩形一个矩形的画出它的那个汇接影像图，然后下面这个是如果因为我有设个范围，如果它范围就是那些影像图，如果它范围大于1000×1000的话，我让它做缩小；如果没有大于的话，就让它画出原图。然后刚刚那边是画出影像图，然后下面这边就是介绍我的涂鸦怎么做，它主要是有弄到它的 unmask down 跟 unmask move 跟 unmask， 我看一下 unmask up， 不是啊，什么 down 跟 move 跟那个啦，好的 up， 然后当滑鼠点下去的时候，怎么那么远？滑鼠点下去的时候，然后它会取得它的 start x 跟 y， 然后它主要就是滑鼠指针它的位置，然后去减掉说它 element 左边距离跟那个 off， 就是它的 body 左边的距离，然后来算出它的 x， 然后 y 是上边距离的相减，然后就是我有那个 stat， 就是在记录说他现在按的是什么状态。然后如果他是10的话，是代表涂鸦。然后涂鸦的话，就是他是直接在我的那个 CTX 那边直接画出他的路径。然后如果他是等于一的话，就代表是多边形。然后多边形我会去判断说他是不是
一开始点的那一，就是是不是刚开始点的？如果他是刚开始点的话，我会把他的那个坐标给记起来，然后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会把他的开始点，把他开始的那个点，然后让他等于是他原先第一个开始点的那个结束的那个放开那个点，然后下面就是标记，标记如果他点的是标记的话，就是，哎，我刚刚没有让大家看，我先看一下，嗯，这个，标记就是刚刚那个标记住也是，它这个就是如果点下的话，它会让它跳出这个，因为这原本是隐藏。如果点完确定之后，你在这边点的，在 Canvas 上面点了某一处，然后它就会跳，这个就会显示出来，让你打你要输入的文字。然后下面是当如果你滑鼠移动的时候，然后滑鼠移动，然后第一个这个是多边形的话，它就会直接开始一个路径，然后就会从你的起始点，然后画个直线到那个你的结束点。然后如果它是涂鸦的话，它也是就是直接在我的矩形那边画出你画的所有路径，然后我下面就是存它经过的每个点，然后直线的话是，直线的话就是它一开始也是移到开头，就是它把滑鼠移到开头，然后也是画出一条线到你结束的点，然后下面这边是呈现出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带动，它在你画的时候会产生就是它的起始跟结束跟它的总长度，然后刚刚那边就是在做这件事，就是要把它给显示出来。然后下面原型的话，原型它主要是使用点 ARC 这个方式，然后去画出它，主要是里面你有填它的 XY， 然后跟它原半径，原半径跟它的，就是弧的原半径，还有一个你是画半圆还是全圆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说你，对，好像是。OK， 好，我注解查不见。OK。然后，反正这边就是画出圆，然后这边一样就是说，它会显示出它的圆的半径面积呀、啊，跟它的圆半径，就刚刚有展现过，然后图形没有。正方形，长方形的话就是说，就是它是使用，看一下，它是用 stock rate 这个来画出长方形，然后主要是你给它你的起始点跟你的结束点，然后它就会画出长方形。我矩形，那是多边形。还是矩形我拿掉了。OK， 没有关系、哦，这样大概晓得这样的。我想伪创的专家应该大概晓得那个这个林雨茹这边怎么做这样子哈，就是这些东西的话，它是从底层抠啊，可能这些程式也很原比较原始哈，可能应该是概念有了这样子。这个是涂鸦的部分啊，要不要在雨茹这边应该主要是涂鸦那个。秀安还是逸飞可以讲一下你们那个报告啊，还有 AJAX 传输的部分吗？这样可以。嗯。我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们那个会议时间。就是像会议室有人使用了，是是是啊，那这样我们休息，因为我们会议也一个多小时，我们四点，你们会赶时间吗？我们四点休息五分钟，四点零五分继续开始，这样可以吗？会今天吗？对对。好，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讨论 Web.com 吗？还是我们下次再讨论？OK， 下次再讨论也可以，可是因为下礼拜是。那个31号，我们下午就没有
就是下午的话，我们去那个别的地，去礁溪那一边这样子啊，去等于说跟人家谈招呼系统这样子，可能要改时间这样子可以哈。下礼拜的话，另外一个是才有办法这样可以哈。就是下礼拜下午的话就比较不方便，我们看哪一个时间会比较好，这样可以。那个看一下，还是对，江经理这边是。夏老师是，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做什么呢？我是，我们的想象好像还有一点距离，就是说是看起来那个学生这边做了很多非正规的做法。对对对，哈，对。那今天，我想原来想要做的那个代康病，我是 based 这套吗？还是有其他套代康病的做法？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一个 web 的代康病，我们会走类似纯 HTML5 的方案这样子，可以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会希望说支援标准的这个等于说 web 代康的协定来做这样子，可以啊，可能目前因为。就是就现我们这边现实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同学这几位都大四了，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还要做，我还要再培养学生，可能就是再来做这样子。你先等一下哦。是。大家。你好，老师好。OK， 好，就是目前假如呈现端的话，我会用这样的做一个，比如说测，假如有力气的话，我们比如说这边可以产生 SVG 哈或相关的东西，我们会做一个类似测试的系统哈，类似这样，因为这边假如做一些小修改的话，应该可以，好。这是产生 SVG 的范例啊，最后的话是包成大家同意的，好，或代看 PS 物件，这个是一个目前的，好，我们很小的修改这样子可以做。那未来的话，假设要实际用，哦，商业用，哦，这个也要，就是我们这边学校里面比较困难的是人的问。就是同学的话一届一届哈啊，这个是大四的同学，那未来我就不晓得哈，等于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模式哈啊，假如以专业的话是要走目前的这个完全是这个哈 ，web 的方式哈 ，HTML5 的这一个加 JavaScript 格式，或者说你们觉得就是要哈。它 protocol 也还是可以用这个 web 的协定哈，可是调回来之后的话哈，你可能前端是一个 Android 的哈，或者说 Java 的这个 solution 哈，啊，它也可以有哈另外的发展方式哈，啊，这个都可以哈，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哈，类似这样的状况，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那个江经理的问题？这样可以。因为在看这个架构有点怪，就是说他要透过一个 SML 的一个转换，那事实上，做实的，我目前看到那是没有必要，应该是说我看你端可以直接把 DCM 的 tag 直接 decode 出来，直接画图就可以了，不需要透过一个 SML 当做一个沟通的工具。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有做一些 Java 的一些实现的。对，如果这样也可以，就是目前这样，这样会比较趋近于标准的做法，这样子，就是目前的话这样的状况，就直接要一个 DCM 档来啊。到了前端，假设是 Java 的 solution， 应该是目前展示的这些功能都可以做得到。那未来假如要做的，我们要谈的是说。进一步产生这个 PS 的这一个东西，好 ，PS 的这个东西啊，如何包成这个，看要包成传统标准的代看物件，好，再传回这个server端，好，
储存跟互通，或者说初步的话， 我觉得因为那个 PS 物件我们后续会谈到，到时候再评估，它真的是没有 SVG 那么 好处理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这一段可以考，这都可以对 考虑这样子，可以对，应该是传统的，就是传统的话，假如是在开端用这个，比如说用 C Sharp 写视窗程式，或用 Java 在 Android 写相关的程式，这个会是比较好处理这样。啊，假如走标准的 Web 的格式的话，用 JavaScript 这个是很比较辛苦这样子，比较辛苦做这一件事情。不过它有一个好处，也这边江经理跟那 Wendy 也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它几乎是什么东西都不必装，只要有浏览器就可以看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OK， 好，那这个是这一部分啊。等一下我们要接着讨论吗？还是说我们再约下一次由广德那一边，就我们另外一个学生报告对 Web Dicap 的这一些内容这样子的？下次了解。好，老师，我们下次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会议室了。OK， 好，那我们这样的话，我可能请广德，我们再约好了，我们看约哪一个时间啊？对，那个秀安还有陈宇会比较抱歉，可能你们还有一些程式，或你们是松一口气啊，没有报告到这样，可能那个我们再看哪一个时间这样子。OK， 好，我们再约看看。好，那就先暂时是先这样子。OK。好，拜拜。